哎呀，嫂子！哎呀，小脸来了！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哥呀特意交代我，让我买点水果上家里来。水果呢？卖没了。小样儿，不知道你来蹭饭的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切面呢？面条呗。这面就不能烙点饼吗？咋的，不爱吃面条啊？那回家吃去吧，去。那行，不行我就凑合一口呗。小样，我多给你下点啊。谢嫂子。别谢。谢什么谢呀，是不是又来俺家蹭饭来了？什么叫蹭饭呢？我就是顺便上来吃一口。我大姐夫没跟你一块回来呀？没有。咋的，有事儿啊？哎呀，还咋的了，他们昨天你们那个物业不是整了一个叫什么社区健康老人评选吗？啊，给咱爸和隔壁的王叔整个并列第一，这不挺好吗？再说了，你大姐夫也说了不算。他怎么就我大姐夫办事就直勾的，一点都不会来事儿、啊、你说他要往咱爸那边稍微斜一点靠一点，咱爸是不是就第一了啊？何苦让老爷子在屋里边上火呢？啊，直勾瞅着给人家王叔他家窗户，俩眼睛都能要吃人了都。这事儿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一山不能容二虎，除非一公和一母，没听说过呀？对哈、哦，他俩都是公的，你给我上一鞭子，欠不欠啊？你说咋整啊？咋整？你赶紧回屋上咱爸那屋去一趟。干啥呀？让咱爸踢一顿呗。你怎么不让爸踢一顿？不是你老公惹的事儿吗？你得让咱爸释放释放啊！哎，这话说的没毛病啊，必须让我范叔我给他释放出来。你听听，那咋释放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有个主意啊。啊，不行，一会儿把王叔叫回来，哎，就在你家，让他跟范叔进行一场加时比赛。你行了吧？你不能干能，你说加时就加时啊！真有意思，瞧不起谁呀、啊？我这中华小题库，我这……哎呦我的妈！我这都满脑里都是题。咱这么玩啊、嗯？一会儿把王叔叫过来，我就给他出那些难的题。哎，越难越好，我难死他，让他答不上来。完了，给范叔出那个题呢？哎，越简单越好，傻子都能答上题。那我爸答不出来，我爸傻子还不如啊！你怎么那么蠢呢？哎，不过他这主意不错呀。对，就是看在主意不错的份上，一会儿那个面那卤里面多点肉行不行？这么硬吃呢，赶紧合计合计题吧。行行，行好，我想听、哎，我想。我请王叔去吧。对，赶紧去，赶紧去，王叔去，赶紧去啊！哎、那个爸，爸，哎来了，出来吃面条吧。好了，面条啊。到时候呢？到时候了。我说没到就没到。你说的算。快说。哎呀妈，到时候了。实在是你一开锅你就来，做饭跳的挺准的。你先坐会儿，坐会儿，范叔。嗯，那个范叔，我听说怎么的，昨天咱搞那个健康老人比赛，你跟隔壁王叔打个平手啊？平手咋的了？磕碜吗？平手磕碜啥？我看行。你看行，我们看不行，街坊邻居看不行，对不对？怎么还不行呢？必须让你俩分出个功啊！不是，让你俩分出个高低。哎，有这个必要吗？爸，我觉得有必要。你看啊，就在我们孩子心里，您就是第一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你必须得把王叔给干败，你必须得成为咱们小区的 number one， 成为最健康的人。那就跟他整一把呗，必须整啊！干就完了，对溜，干就完了。来了来了，好，不是这样。王叔好。哎呀，又来蹭饭了。这都知道啊。这个人我呀，庆祝一蹭生一蹭啊。自打你会蹭，我都下岗了。哎呀，老范，怎么的？我听说昨天咱俩打了个平手，心里头不太愉悦，不舒服吧？还想弄个加时赛？是这样的，王叔、啊，如果你要是没有勇气比的话呢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就是你叫我来这趟干什么？我回去干什么？我回去啊？我怎么的了？我就回去？我怕他呀？哎，老范，咱俩比赛不是吗？我让你半拉嘴，
你跟我比赛，你连半拉嘴都用不着，你干脆缝上吧。呀，我朋友缝都缝烦死你，肯定比不过我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不信咱俩就比。哎呀呀，我们第一，咱第二嘛。不信找找。对对对，行了，好了，爸，爸，不管咋地，我就相信你肯定没有问题，知道吧？你二姑娘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啊！对，是你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你粉丝团，我给你鼓劲。哎呀，有了你我更放心了。嘿，心潮澎湃，还澎湃，一会儿让你歇菜。好了好了啊，看着没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，你俩就得对峙上，是吧？那个，哎，等一会儿你干什么？你指挥交通啊，在这儿？不是，我是本场加时赛的裁判兼出题员。啊，你是裁判呐？啊。哎呦，我这个比赛能挺公正我呀，是不是？那我来吧。现在我宣布健康老人加时赛现在开始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哎呦，这真贵，还自己奏乐我。好，那么提到健康啊，包括身体上的健康，也包括智力上方面的健康。接下来我就要考考两位老人的智力方面，好不好？什么玩意儿跑气了？什么呀？你这口痰还能上来不？打手背上。什么？要讲聪明，还得往这儿看。啊？咋的吗？热闹的马路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没有毛。那也没有毛啊。哎，但是老范，我跟你说。这个鸡蛋和鸵鸟蛋它的营养不一样。你这营养跟蛋都没关系，你就是个鸵鸟。你还是鸵鸟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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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吵吵别吵吵别吵吵啊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正式比拼了。好，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，智力考验大比拼。范叔先回答来。我白站起来了。啊，范叔，哎，请听题。嗯，远看是条狗，近看是条狗，打它它不走，骂它也不走，一拉就走，什么狗？死狗！你看看。好，远看是灯笼，近看是灯笼，灯笼是灯笼，浑身是窟窿，请问是什么灯笼？破灯笼！哎呀，太棒了！第三题，听仔细喽。远看巩汉林，近看洗脸盆，又像巩汉林又像洗脸盆，请问是什么？巩汉林端个洗脸盆。呀，你是最棒的，这这么难的题都答上来了。我的天哪，没谁了，你就是冠军吧。哎，你看你看你看那个模样，哎我的妈呀，巩汉林端了个洗脸盆你就乐成那个样，他要端了个洗脚盆你自然把水给喝了。人家王哥，你就是看我爸答对了，你这嫉妒，赤裸裸的嫉妒。什么叫赤裸裸的嫉妒？你才赤裸裸的嫉妒呢！你不嫉妒也赤裸裸，你赤裸裸，赤裸裸，你赤裸裸。两位妈妈都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，这衣服都穿上了，聊什么赤裸裸呀？那个好了啊，闲话少叙，来，王叔，请听题。问，有一种动物，非熊非猫，熊猫，非熊非狗，狗熊，非驴非马，骡子，答错了。娃娃什么娃娃？你过来啊！非驴非马不是骡子是什么？是蛤蟆。是。那怎么能是蛤蟆呢？那蛤蟆是驴吗？不是。蛤蟆是马吗？不是。所以非驴非马是蛤蟆。照你那么说还是大象嘞？那还是屎壳郎呢？你也没说呀。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耍赖啊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就这样的题我出一个你也答不上来。不可能，我是中华小题库。听好了，你说说雾霾天大伙都戴口罩，
但是你带没有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肺活量子太好了。对，不对？那为啥呀？因为他脸太长，盖不住。哎，那个别人身攻击，这不好，不好，这不好，不要攻击。我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好不好？我来，我接下来我要骄傲的宣布，范叔第一环节获胜了。耶、yeah! ！哎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太棒了！冠军！哎哎哎，你要叫我获胜，我都觉得丢人呢，这什么破题呀？谁不会答？绑个饼子狗都能搭上来，我跟你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啊，接下来进入第二个环节，生活考验大比拼。说，当当当当当当。哎呀，你这个作业做得好啊！当然了，用音乐不都不行。漂亮漂亮，好，这干得好。那么说，水是人的生命之源，说人。要把这一整瓶水喝完需要多长时间，请答题。范叔继续答。哎哎哎，刚才他举手让他答，我站起来不让，他站起来就让。你想想我是怎么戴的口罩好不好？爸加油。四十瓶水大概需要20秒。请演示。来吧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三二一，太好了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底下都是街坊邻居都帮查，刚刚好20秒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就代表了吗？那还帮着查呀？就那么点水，还20秒？我10秒，你10秒能喝完？当然了，请上水。当当了，当当，当当，请演示。哎呦我天哪，你挺有劲儿啊。我随我爸。宽松起来啊，我知道。我喝吗？我这么大岁数喝完我不飘起来了？我喝不喝？这都是些什么邻居？不就为了叫老范高兴吗？我喝，叫他高兴，对不对？哎，老范呐，来，叫你高兴。计时开始，啊，停！你彪啊你啊！不是一块儿，你什么来玩我吗？我这你什么玩你啊？不是。那个、我发现他们这是玩我呢，没谁出的主意？谁想的这招？哎呀，对不起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不是看我昨天跟他弄了个并列第一，以为我憋气窝火，心里不平衡，我嫉妒，我恨？不是不是，我说实话，我是老跟他较个劲，那是我一直把他当榜样，我恨我自己，我怎么就追不上他？昨天还跟他弄了个并列第一，我跟你们说句实话，昨天那也是他让着我，他要不让着我，就凭我能跟他并肩站在一块儿吗？啊！他一天跑步健身，下棋健脑，我是管不住嘴，迈不开腿。要说健康，我就是个康心大萝卜，我是康，他才是健。我老范，你也挺健。你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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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健。行了，你们俩都挺健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俩都挺健康。行了，我看明白了，其实咱爸和王叔心里呀、啊。
比谁都豁达。对，拿我们当什么人了？你这二米粒儿心里不健康，就是、啊？对，我不健康。爸，看您跟王叔能这样，我们就都放心了。对，都放心了，没事了，烟消云散了，是吧？行了，于小泉，你赶紧回去吧，让人吃饭去了，你回去吧。别的我忙活半天了。上面。好嘞。哎呀。老香了这面啊！哎呦我去！哎，范叔，哎、就这面啊，我跟你说哈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老王啊，啊，这是我特地让我们家大米粒给你擀的面条，哎、我家里做的米饭还炖的鱼，我回家吃啊。你老吃什么鱼啊？你属猫的？我爱吃。你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礼拜几？32号，礼拜八。嗯，这个月有这么大吗？今天是你生日。什么？今天是你生日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我不，你想的。咱们俩在一起都一辈子了，好几十年了。说句实话，我每天都把你放在心上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孙子又不在家，我能不把你的生日挂在心上吗？老范，哎，我真没想到你比我孙子还孝顺呢。别鼓掌，他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还没想到我什么时候不比你孙子孝顺呢？真孝顺。哎呀，范叔王叔，真的街坊邻居们大家都看出来了吧？啊，这对老哥俩肩并肩走过了几十年啊，啊，他们之间有碰撞，有火花，啊，但那火花都是擦出来的，都是他们多年的友情啊。现场所有的街坊邻居，让我们拿起掌声，共同祝愿二老